最好的质感，最武侠的这种精彩的打斗也好，还是整个人物的状态这种瞬间，全部真实的呈现给我们的观众或者是网络的网红。我们要想我们镜头能拍到的东西，但是呢在游戏里面呢，因为你们的空间很大，我们想不到的东西你们都能放进去，就是有些动作我们做不到的，但游戏呢你可以做到。我喜欢蹦来蹦去的，在我本身的条件有限，我不能跳，我不能会翻跟头，但是我在游戏里面我就能有这种我想要的感觉。你说武术打的效果还挺好，还就是比较接近，这就是你的效果。Strikes me most about Mr. Xi is that he's got he won't accept anything other than the best. He really, really wants high quality work, and that's something that I respect very much.